柳岩从主持小咖，如今一跃成为光鲜花旦。作为主持界的前辈，柳岩身材傲人，成为许多媒体关注的焦点。她丝毫不避讳展现性感身材。近日，柳岩露背装出席活动，一袭亮片性感亮相。她淡妆气质清新，中分披肩长发充满少女感，而露背礼裙设计既展现了流畅线条，又不失性感，好身材一览无余。臀部的纹身十分抢眼，网友看后表示这身材也是没谁了。柳岩穿衣服越来越大胆了，露背装开到臀部，网友纷纷都调侃，你还能再露点不？